要正式开始了。刚才唱的部分大家都听得很不亦乐乎，接下来这一段我相信大家会更加的开心的，因为振东呢会为现场所有的粉丝们签名，好，很多人哦，好，这个手要不要先做一下这个运动，伸展一下，都 OK 哈，都 OK 哈。那我在这里呢要再次呼吁所有的朋友，我知道来的朋友很多，很热情，大家不要推挤，振东会把所有的 CD 都签完，对不对？一定会，一定会哦，他已经做了保证哦。啊 ，OK， 那我们这时候呢，就要请振东休息一下下。我们今天柯振东有话直说，签名会这一块呢，很快就要进行喽，所以呢，请现场的朋友这时候 ，OK， 赶快拿出任何一款的柯震东的正版专辑，把这个塑料的封套给剪开，好不好啊？然后呢排队 ，OK， 大家有次序的上台来索取他的亲笔签名，好不好？哎，今天的朋友你们真的是热情100分。